不过就推了他一下，宋局敢怎么救？ 别动！宋思涵，你和别人怎么玩我无所谓，我没有立场去管你，但我不能接受，我不玩。你敢拒绝我？这样太恶心了。我走了。何故？韩哥。 下次再敢碰他，你在圈里不用混了。啊，对，对不起，韩哥。滚！快逃！逃离这里，逃离宋俊涵，回家去。回到家就什么都好了。可是，这6年他对我不算是不好。 啊，拿着，别住你的小破房子了，不然每次我去找你都不想进门。最近刚好有假期，我带你去旅游。你那个工作停几天也损失不了多少钱。至于宋俊涵跟别人睡觉、传绯闻，那不是我能管的。这么多年相处，我还以为早就习惯了他的劣迹，今天看来，还是低估了他混蛋的程度。 真是可笑，我对他的感情，怎么看都像是个笑话呢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等着他跟我说再见，如今，这一天不远了吧？